好，博士你好。系，大家好啊。时事短打。系点啊？有咩嘢问？峰会，上合峰会。系点啊？咁啊，问下你喎，你觉得咁多个国家元首一齐开会，有冇大赢家咧？有冇输家赢家咧？因为个个都赢家咧，边个得益最大咧？最著數就是土耳其的總統咯，嚇、啊，係、啊、真係抽水，係佢好多天然氣，大量平價天然氣，一個攬真係抽水，抽曬水，嚇、啊，誒、啊，做曬大哥。但係我覺得印度都幾好喎，幾出色嘅印度。印度啊，伏喺度唔出聲噶嘛、啊，你見摩啲有冇講嘢嘅？我見到印度都真係，冇講嘢嘅。甚少講嘢咯，印度。佢最近就係話咩印度咩框架組織啊，咩話誒我唔參加啦，對我哋國家。印太關卡。係啊。佢梗要唔參加啦，佢你要求佢多過要求你。我都覺得佢非常之有智慧。因為你去到要企埋堆嘅時間，佢咧同蘇聯熟啲噶嘛。嗯。蘇聯幾十年嘅交手。因為佢嘅祖先就係、是。高卡索人嚟噶嘛？印度，白嗰啲，好多血緣關係噶嘛。但呢次咧就好搞笑嘅，即係我哋睇到咧呢個土耳其總統咧，埃瓦多啊，嗯，做曬大哥，個個坐喺度聽佢講古仔，係咯，佢一個好吃得開嘅人嚟噶嘛，但又好串嘅，係，佢冇話點亞塞拜，佢係。喐阿美尼亞，等你蘇聯後面啊火燭，跟住咧佢又同你搞翻嗰啲烏克蘭、俄羅斯嗰啲糧食啊出口，嗯，靠佢去協調嘅啫嘛，嗯，乜撚都有佢份嘅，咁但係佢又係不約，做得到喎、啊，佢又不約又歐盟，係啊係啊係啊，食四方，跟住又話唔俾人哋參加，就問過去土耳其先。跟住啊，唔知。無端端端又轉緊翻話玩伊斯蘭教，以前佢上一任總統已經搞到去宗教化噶嘛，世俗化啊嘛，而家佢冇又搞噶，又搞翻伊斯蘭教，一搞伊斯蘭教，以色列咪屌你啦！乜你咁樣搞法，冇撚搞啦啩？好啊，但係你佢一搞伊斯蘭教咧，究竟你係信尼派定什葉派咧？所以搞得好撚複雜嘅呢條友，但佢直情嗰啲咁嘅拜登嗰類大佬家，佢係中亞嘅大佬家，真係兜一笪白。佢而家成日想做翻奧斯曼帝國，即係喺中東世界、中亞世界，佢做大哥。係，因為佢有少條件嘅，佢八千萬嘅人口。係，有八千萬嘅人口。咁奧斯曼帝國真係雄霸過一時嘅喎。係啊。佢係懟冧拜占庭嘅喎，懟冧東羅馬喎，知唔知啊？嗯。喺歷史上唔記得。嗯。都係㗎。佢全部嗰啲。特厥人嚟噶嘛？九八年前，嗯，蒙古人走過去嗰啲特厥人啦，特厥人蒙古人入侵啊，同蒙古人嗰啲血緣撈亂曬嘅，嗰邊嗰啲全部大部分都係蒙古人。其實最重要都係蒙古人，嗯，蒙古又溝特厥，特厥又亂曬嘅，個個都有蒙古血統啊。其實就係蒙古人。係，你睇佢哋開會，成班就係嗰啲咁嘅，個樣好似喎，都係嗰隊，全部嗰啲。幫會頭子喺度咁樣嘛，坐喺度。咁你習近平走去，你唔係我成日屌柒你個王毅部長，咪咁解咯？你諗到你叫老細走去，你見到有土耳其總統去，你都冇撚去啊！佢就搶緊佢哋高頭喺度有，一個我都同佢 friend 嘅。嗰陣時嗰啲阿茲比哈、塔茲比嗰啲行萬黑沙嗰啲行萬佢嗰啲版圖嚟噶嘛。特別你烏茲比哈本身就係、是。帖木兒汗國嚟嘅，由蒙古一分四嗰陣時啊，蒙古離開我哋中原，元朝亡咗出咗出邊之後就一分四噶嘛，由金帳汗國、帖木兒汗國，啱唔啱先？係，咁啊嗰個烏茲本身就係帖木兒汗嘅，嗯，而家佢哋開嗰個首都咧就係、是、撒馬爾汗，撒馬爾汗就係帖木兒汗國嘅首都嚟嘅，啱唔啱啊？好撚古怪嗰度嗰堆嘢，亂過亂世佳人嘅。咁你
你習先生想話喺嗰度起棋，你一瞓緊未肯瞓醒，即係你黃鳩部點解咪點陳老細會嘥錢噶嘛？但係佢係疫情後第一次出訪喎，大件事嚟噶。咩咁撚巴閉？象徵意義㗎，有象徵意義㗎。你出兩房出到慌失失，又驚後欄起火，係嘛？身體又唔撚好，腳步浮浮，係咪先？屌你叫做差錯腳咁搞乜撚嘢？嗯，係嘛？去到又唔知講乜撚嘢？你嗰個會都唔係講你自己中國自己嘢噶嘛？你嗰個係反恐組織嚟啫嘛？越講越大堆，講撚係你講撚曬。又你哋要支持啊？咩台灣個中國乜乜乜乜啦？屌你有冇嘥？講曬自己啲嘢嚇，係咪？又俾普京裝一鑊，普京裝佢一鑊㗎，洩漏咗佢。你睇普京嗰啲講話，直情係話你啊知緊到我要打烏克蘭嘅。哦，不過係嘛？不過而家你啊整個平衡主義，知唔知啊？平衡主義即係話屌你喺闊佬懶尾。扮中立，你已經成個幫我噶嘛？普京嘅意思即係話，你係知嘅，啱啱先？嗯。你而家你又點乜代兩槍招嚟？乜撚都冇著數，係嘛？你哋成班有最撚著數就係土耳其最大贏家。最大贏家攞撚曬風頭，出撚曬彩，十幾個元首圍緊住佢，聽佢講古仔嘅。嗰陣貼翻相俾你睇。我見到啊。嚇！見到啊！我都覺得好似佢好似講古咁咯。如果普京不是這樣輸呢，就沒有這個畫面出現了。因為普京見到他都不敢大聲，自己都點埋尾，被土耳其笑了可能。那就屌你，土耳其都仲算，趁你不敢掂呢，那就走去叫阿塞拜疆搞事，喐鳩你條僆硬起嚟㗎，咁你吹啊，方成亞話。普京咧最撚怕啲人，即係等於以前阿拜登啲美國總統話最撚怕嗰啲巴西總統。美國總統見到巴西總統一定叫大哥的，好撚古怪的，格食格的，真的。等而家你普京見到土耳其咁啊，又係聽個講故仔啦，飛啦。佢哋好似咧一班人咧鬼佬吹水，係吹水，跟住佢又做大佬咁喺度。係啦，各位小弟，聽我講嘢。咁嘅畫面你諗下，如果你習近平喺度，你成即刻低咗啊，低咗。係咪啊？但普京都係。粒咗落去嘅喎，坐到。洗手間。sorry。啱啱先，所以你睇到嗰啲畫面噶嘛？係咯，佢都係粒咗落去喎，普京，因為比較細粒啲。係咯，咁啊，有冇大輸家咧？點解冇金仔粉嘅？佢都唔係嗰個地區。即係唔係嗰地區啊？即係唔係中亞？輸家咪中國輸咯，因為你連人個晚宴都唔敢出席。人哋個個唔撚戴口罩，啱唔啱啊？係你戴，你啊黑曬黑，你啊戴，佢喺度烏茲比克又唔撚戴，即係嗰啲病毒唔撚去烏茲比克嘅，揀地方去嘅病毒，咁撚巴撚閉嘅，你咪呢啲咪中國黃鳩部黃撚鳩咯，你一全程戴。一全程就搏一搏，唔撚好戴。係啦，一係唔好戴喎。係咪啊？一係全程唔好戴。你黑曬黑戴，個個戴，幾撚肉酸啊？啱唔啱先？你咁撚驚啊，唔好撚嚟啦，係嘛？咁撚驚死，屌你乜丟鳩人假啊嘛！所以咪話佢輸家就咁解。同埋你帶兩梳蕉去，嗰檔嘢你搞出嚟成立嘅，咁你有乜理由你唔撚食飯？佢搞出嚟咁啊！個上合組織，佢做咩唔食飯咧？佢係創辦過嚟，佢帶頭吹雞搞啊嘛！因為前嗰晚唔食飯。佢係2001年帶頭搞噶嘛！佢一明知食更加冇撚人，對撚住成扎有個我都想勾爛腳，你又冇袋水。扯！咁你都嚟咗啦，做埋佢啦。屌佢邊咁撚高智慧啊！咁你都鎮定一下 EQ 咁啊，做埋佢咯。你最好就扮中招。想走就係啊係啊係啊！中咗招咁咪拎到學拜登嗰招啊！有冇咁撚高智慧？如果你辦中招，早喺北京辦啦，唔撚使去。咁但係如果你出得去開會，咁大家食飯你又唔去咁，好似中招啊嘛！唔係，我話佢啊，即係你就應該一齊食啦。
應該又死撐嘅，撐到底嘅。啊，咁你知我哋大帝噶啦，身嬌肉貴啊嘛，係咪先？啊，要保重個龍區啊嘛，係咪？龍就龍啦，唔知變唔變蛇咧？呢、這個未知啦，啊，睇佢變乜嘢啦，係咁先。好。